咦，即刻嚟！你哋打仗就叻嘅，投资又识，赚钱为师，乘胜追击，系谨慎而行之真。想买投资产品，先要了解佢嘅特性，考虑潜在回报，仲要考虑潜在风险，因住蚀晒啲钱啊！就算听咗专业意见，你自己都有责任了解多啲噶。投资前问清楚，谂清楚，为咗保障自己嘅利益，唔了解嘅产品就咪投资啦。